天早上起来去画油画的时候，还在下雪，下冰雹那种很小的冰雹，还有今天现在就已经很漂亮的天气了。今天是 Lucy 和贝贝第一次去学骑马。我们已经在网上考了一个老师，希望会很顺利吧。然后因为我都很 excited，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学骑马，但是我觉得骑马是一个很帅很帅的事情，所以就会想，今天真的天好蓝哦，早上起来的时候还非常冷，真是运太好了，第一次学骑马就是这样的。